由4岁开始咧就已经打鼓噶啦，咁到而家咧足足有5年嘅时间咯噃。好，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Ari， 嗱，过嚟呢度前面先，俾啲掌声佢。好，佢好紧张，佢个乐谱佢要 set 好咗先同我倾偈啊，俾啲时间佢。你支麦你揸住先，系啦，惯唔惯揸麦啊？OK 咯。定系揸鼓棍惯啲啊？揸鼓棍。揸鼓棍，鼓棍揸咗5年，诶，支麦又唔系揸咗好多年。好啦，咁我都想问下啦 ，Ari， 点解你会中意打鼓嘅？好玩。好玩，點樣好玩法？我頭先睇過你嘅 rehearsal 喎，好投入嘅喎，好有型嘅喎。大家都話專心嘅男人係最 charm 嘅喎，我發覺專心嘅小朋友都好 charm 嘅喎。大家係咪好心得睇佢有幾 charm 啊？好勁啊，首歌。好 ，Ari， 你有冇嘢同大家講啊？卡咗牌嚟，冇，淨係想打鼓。是不是很想快點打鼓？是很想快點打鼓。那我們就給你掌聲 Ari 去準備一下，請坐。不要選錯歌，是這個了嘛。好，那以下的時間呢，台就交給 Ari， 給他一次掌聲去。欣賞一下 Ari 的演出先。